今集私密彩蛋是特别介绍禅飞解密动画演员之一的阿靓。阿靓之前已经在其他集数出现过，她都是以女鬼的角色演出，協助加强禅飞解密节目的影像。而她在加了特别化妆效果之后，都很适合演出丧尸的角色，所以她也在丧尸的节目里面客串了两个镜头。阿靓的样子看落很恐怖，但是其实她跟很多港女一样，性格都很温柔的。不过是在不发脾气那时候，他还喜欢跳舞，尤其擅长 pole dance 钢管舞。想看阿靓跳钢管舞的舞姿，以及一些动画演员幕后的制作，就请加入禅飞解密 Patreon， 成为会员之后就可以看完其他所有的私密彩蛋了。同时也都赞助了禅飞解密的频道，令到本频道可以持续制作高质素的理性科学解密节目，解开所有神秘事件和现象的面纱。